电脑坏了，拉票。个天使啊！好的，好的。我没声音吗？可以干嘛？外面看不到我直播，我重新开播一下，你再拉我好不好？我说我重新开播一下，你再拉我。嗯。
是不是姓王？井柏然。是不是姓陈？是不是姓陈？那。是搞笑艺人吗？张一山。不是张一山，是不是那个什么龙？那个什么龙啊？那个什么叫什么？聂小龙是小龙。说实话，我今天很 emo。我说实话，我要去换个裤子，然后我吃东西。我的痘痘。我先去拿一个外卖。哎，但是我这样子，
我电脑不知道啊，我现在烦得很，天天换。我要换一个裤子。这裤子有点短，我也觉得裤子有点短。哦，这样镜头有点太往下。电脑坏了，网络没坏。有一个特效的人进来，我本来现在应该是开开心心的吃外卖的，但是由于这个电脑坏了，我看一下，这个怎么把它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呢？这位置不是很合适哎。哎，烦死了！我今天一点都不开心。如果这个外卖还难吃的话，我直接就会一个 thank you。什么东西？你们在说什么东西呀？今天我电脑没修好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烤翅膀很一般，因为是凉的。你吃啊，不行，这个角度不舒服，看着。有点乱又没关系。一台是我的小猫咪。我等下过了12点，我会。吃米饭。
手上，这是一个他们的奖励。嗯，还有第二场。为什么？我爱吃韭菜肉的。我说了单反会把我拉胖，你们都不信。凉拌炒鸡蛋呢？
没事吧？喝个绿豆汤，搅拌一下。谢谢，我要如何就如何的火箭。这手机怎么跳舞啊？在哪儿跳都不知道，这里没有光。这个手机我都不知道指哪儿。奇怪，这儿哒哒哒哒，等会儿啊，我去。菩萨保佑我俩，哎，拿不掉。哎呦，回来！哎呦，修电脑的来了，我去换个裤子。我沙发的链接，嗯，在修电脑。手上画的那个圈是刚刚 PK 输的。
口红都吃没了。你都有点远，拿近一点。我不说话，我有在说话，一直在说话。一是什么？哦，你在哪里啊？我怎么看不到啊？十一是什么？申请入局，连麦 PK， 好友请求。因为坏了，你怎么换衣服了？啊，播着播着又坏了，我都无语了。来啦，故意的，哼，我外放的啊，信不信人家过来打你啊？信不信人家过来打你啊？不知道，我做的很好啊。我都没看到你女装呢。嗯，他们说你在模仿金星。金星，画圈局。我说我等一下要新势力，我画手上。11:45，我现在电脑还没好哦，还有半个小时。那不跳了呗，那能怎么办？我跟你讲，我现在就是已经很不爽了，摆烂。没有办法，你看我刚刚播了会儿 P 了200K， 合起来连个飞机都没收到。哎，这个用脚点不到啊。这就是我今天直播的衣服。好像没有。搬家丢了。
狗屎。家里人修电脑，那你让我换什么啊？卧室的灯光不好啊，就客厅这边能播。修电脑我还有我老板。没有鼻毛。内存条为什么有问题啊？你怎么知道在保修期内？就是我买保修期三，你也配的？你配的？对啊，我帮你去配的。哦。对啊，内存条出问题了。换个插头，插槽，我有四根内存条。这两个暂时够用，都帮你保。够了，一根都够，一根三十二用的。哎，那内存条是它拔了两根，那我的是不是就少了两个盘啊？对啊，是你的系统内存少了。那我的就是 A B C D E F G 的盘都在吧？R 会不会就是把一个歌的伴奏给升个调，然后再变成一个伴奏给我？嗯。那你要换走带走了，明天再不。门没锁。你等一下，我拿一下我的本子，我看一下什么调。我记得，你说吧。什么伴奏声调？声调伴奏啊？我不懂什么叫 B 变成一个 D。 你在干嘛？就是把一个 B 变成一个 D。嗯，不是，三个，你不是专业的吗？我不信。
不是不是 B 到 E， 它只是 B 到 D， 它的三个调是一个黑白电子琴的黑白黑这样子，或者白黑白的这三个，不是白白白，你懂吗？推塔，你懂吗？不是这个版本，是土豆版的。我知道，不是这个版本，调就不一样啊。那个版本是空空空，然后直接高，不是，直接那个女生的版本叫我是土豆。有。上上分呀！救命啊！啊！家里有人，我不知道，其实他跟我讲什么我也听不懂。救救救救救救我吧！门没锁。嗯，好吧，如果你这样说的话，口红没嘞，我要涂口红。等一下，嗯，我想给你翻一翻。这个谱子它是有一点不对的，但是就是其他的就是会好一点。这个一般，我给你看这个云烟成雨的吧。那给你换一首吧，换一首《追光者》。是的，我来教你吧。这个是这样的，这是他的那个，这什么意思啊？这个好像是那个。好像是那个，换这首吧，那首不是很熟，换这个吧。这个三角形的，它就是一个
就是你看这个你懂吗？这是什么鸡七夕，知道吗？所以说像这种夏或者是我他妈指标了一个三角形嘛，那换这首好，就是哦对，这里夏夜的萤火，诶我觉得我标的不对耶，哦就是是你再重新听一遍，我重新讲好不好？好，就是首先七七七，像我们平时讲话哦，夏天我们就是夏天，但是唱歌的时候我们夏应该怎么发音呢？你先唱一遍，用你的感觉就是清唱一下，你的晚安是夏日时的侧影。你不会唱这首歌，云烟成语不会啊？那换那追光者会不会？好，那就说那这里吧。如果说你是夏夜的萤火，你能给我唱一遍这句话吗？好，你现在唱歌有个什么问题呢？你知道吗？就是你的咬字现在还有点问题，因为唱歌它唱出来的时候跟你平时讲话是不一样的。那这个夏，我们平时夏夜的萤火，我们是不是要说是说夏夜？但是我们唱歌的时候，就是要把你的嘴唇给撅起来，就是夏，我们不念夏，我们念夏。没有喂你这个就是乱来了，你根本就没有在听我说，只有鸡七夕这种音，我们不要把直接把嘴巴张开，你要先把嘴唇撅起来，这种夏夜的萤火不是夏夜，是夏夜。然后像这种圈起来的字是什么意思呢？你猜一下。当然不是啦，就是圈起来的字，就是它发音，它的嘴型的开口音是圆的。你试试，是吧？如就是嘴巴是也是撅起来，说，是不是？对吧？是不是瞬间就懂了？我忘记了，我主要是上课上完就忘了，好像他是这么教我的。我再教你点别的，你等我一下，我看一下，什么真的？好，然后，这两条杠是什么意思啊？我觉得不是，我还没有学那么多。这两条杠是什么？那换一个，再换成这个。这个就是很简单，它只是有强弱，但是它这是它哦，这个它很简单，它只是重音。但是它这首歌，这是我第一首歌，这是第二首歌，它这里面就是讲的是强弱了。你看这个就是，这是什么？弱强弱。这个什么？这是什么呀？如果说你是海，不对，海你怎么一笔带过呢？哦。我可以，这里有个放，我说实话我是真的忘记了，这什么鬼放弃。但是你刚刚唱的这个有点太虚了，你没有那种就是你的声音要像海浪一样，就是有一种就是那种就是别人就是像海浪一样波涛起伏，要有一个声线的那种起伏和唱歌的一个情感。
没有，新势力快到了吗？电脑怎么还没好啊？在测试四根，看哪两个能猜出来。马上，你45才开始啊？对啊，我45开始啊。不是实的，就是你的虚，你知道虚分很多种吗？就是有，我已经忘记他是怎么说了，但是我用我的语言给你组织一下。唱歌它有实，很实在，半实在和不实在。你现在是已经是半不实在了，你要就是实在和不实在的中间的半实在就好听了。那你再来一遍这个。他现在就是真的很不尊重水友，他已经开始乱来了。我们他现在不也不实，他现在就是说实话，他属实是在乱来，他不尊重我的教学成果，也不尊重水友，也什么都不好。还行，就颜色太素了点。接下来我就教你们唱，好了吗？差不多了，我要教你一下东西，你方便吗？教我啊，我还用教的？还要教我？等一下，我去学习一下。哎呦，我操！因为现在全部都弄了，要是不稳定，你得自己。不稳定。这边是没卡过，这边开过去，要不就先塞一根，把这三根。刚才有一个第二个什么？我说是真的。
我说实话，你这首歌唱的真的有点问题。你没有起伏，这首歌是就是强弱次强弱是这首歌是最能体现的，它是非常需要的你的有一个这样的那种。我的口红真的没了，你不能你真的有点太虚了，我说实话你唱的太虚了，那你直接副歌来一遍我听一下好不好？你自己觉得好听吗？可以了就没关系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。开机了吗？开机了。帮我这个放哪里？随便。帮你什么？帮我把。别丢了，这很贵。不是很贵吗？帮我把那个 YY 直播打开，不是斗鱼。对，帮我打开。然后。我先跟你讲哦，你刚刚副歌的部分就是有问题，就是你比如说我可以这个时候你就要有，因为它已经到副歌了，就需要一个就是释放，就是跟哦就是总在孤单时候眺望夜空，这个时候你的声音就可以稍微强点，然后我可以直接来一个跟在你身后的跟这个字要稍微的强一点，然后像影子追着光梦游的像。也要强点，就是跟在你身后，你身后这地方要把它拉住，要声音的一个拉住，哈哈，好好，懂吗？要把那声音给拉住，然后像影子追着光，追着光，这光是连着的，是追着光，懂吗？梦游的梦也是强的。然后我是强的，我可以，我是强的，我可以，等也是强的，知道吧？然后你唱歌有的字发音太扁了，怎么样？真的是对的吧？我十点就是过来检查检查哦，一点吧，你下播，好好，拜拜。去开，用电脑开了，几点了？我来不及了，我来不及了，好了吗？好了吗？我切电脑。我点开是豆子怎么放的？你要掉了。我可以画胳膊上吗？我等下新势力，我想好擦一点。猜明星，猜明星吗？啊，名字是两个字的吗？
两个字的吗？什么东西？是演员吗？年纪超年纪超过30了吗？今年有热门的哦，等一下，是电影演员吗？是电影演员吗？嗯，那有拍电视剧吗？哎，完了，我听不到他们说话了。我听不到，我怎么会听不到啊？
怎么办？我什么都听不见。